可以，没有算很严重。因为一般人都会怀疑说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让他来做这个东西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保持关节的活动啊，不要萎缩掉。对，所以老师，你觉得？你觉得我带他来做这个？有意义的吗？意义的话，我们的目标是放在关节不要萎缩，有增加活动度而已，就是不要让它曲曲硬掉而已。那成效的话，就是目前来讲，目标是维持着。好。那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注意的话，我们就注意说，因为他这个时候他身体要保持一个直立的姿势，身体往前。不然会容易危险，因为他手去是机器在拉，他保持他关节拉直没错，可是要注意他有没有拉太过度这样子，所以要帮他保持注意他背部这样。所以老师，你也觉得我是应该要带他来做复健？做复健是比较好，对他的活动关节比较好。可是你说做其他的来讲，就目前只能维持。嘿，你说他健步我们比较难讲，可是说维持的话，就尽量保持着这样子。因为最近那个看护有说。跟他穿衣服蛮困难的，当然困难的，对，因为关节活动没那么好的话，穿衣服会比较困难一点。所以要跟他做这个手部的那个，可以帮他做一些手部的按摩啦，运动可以，那轻微的，不要过度，轻轻的就好。这边没有那个脚部的运动的，我这个地方倒没有，对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